太神了，太神了！第一次看过这么快的下楼梯方式啊，下楼方式，我想我已经学会了。那怎么办到的啊？刚刚他直上直下这样，这游戏果然 BUG 很多啊。我们少一样嘛，才可以制作嘛，缺少了这个步枪零件。然后闪电弩，我们可以做一个鱼叉，我们也可以做一只啊。医疗用品就之后再说吧，不管了。哎，他这个跟一代一样，哎，把它点到最满，会让敌人击中之后全身着火，哎，这没有变啊，完全没变，哎，他这个完全没变，哎。鱼叉枪这个神装的武器没有完全没有太大的改变。鱼叉的伤害，射程增加一下好了。是什么东西？使用一个高级零件，将武器升级至等级二。哦。解锁了，然后这叫125，之后再可以学。按住。No communication from Mobius. We're cut off. I'm calling an Alpha One emergency. You know the protocol. Alpha One, are you serious? What about the tech team? Fuck them. Let them fend for themselves. This ain't the Marines anymore.No man left behind don't mean shit in here. You got a problem with that? 啊，抛弃了。I've been waiting to be let off the chain. I'm tired of protecting techs and running like a bitch. Good. Let's secure the weapon stashes. Load up and clean house. No matter what it looks like, monster or human, take it out with extreme prejudice. What the hell was that? Whatever it was, it looks like they were here. Where did they go? 他把那个技术小组给抛弃了。是这样，标这个是什么意思？一二三，两个点，又有讯号。叛变呢、啊？Weapons are useful. Rogue weapons are useful. 又要搜寻两个共同点了，烦死人了！这个游戏是在搜寻讯号的游戏是吧？是哪里那么多讯号，一直让你搜来搜去的啊？烦死人了！我觉得这游戏大部分的时间应该都在这附近搜来搜去的。好像狗、哦，好像狗在叫，有没有？是叫三小。啊，正门在哪里？哦，在这里哦。这是该不会是那个死掉的？又拿到子弹了，还拿真多啊！发烟粉，什么来头啊？会发烟的粉啊，依照他的名字翻译就是会发烟的粉，我知道了。有尸体，有尸体就有怪物啊！我先回去一下，有子弹就冲快一点啦，才跟你浪费时间。没子弹就躲啊！一般来讲不都这样吗？访客中心，我们刚刚已经去过啦、啊。上面的二楼顶楼那两个尸体，应该就是他们两个啊。绝地求生啊，对啊，要不要来吃鸡？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找东西很像在玩绝地求生吗？还蛮像的，有没有？这居然可以往下爬、欸，我来了。
居然有一个地下门，这么的酷哦！我的朋友生日在下礼拜二啊，先祝他生日快乐。哎，这是什么？地下室有电脑，酷哦！按住，前往骨碎空间军械室。This computer's still working。只是要拿一个材料而已，感觉这么麻烦啊！我的，一根柱子，怎么了？这在玩什么啦？啊？啊！传送到军械室了，武器嘞？你在跟我开玩笑、啊？一把武器也没有啊？有哎、欸，子弹而已啊！看，来这边就拿这两样啊！啊，枪呢？哎，枪呢，大哥？快给我枪啊！哎呦，这好恐怖哦！抱歉，我不该太激动的。声音，哦，原来是我跑步的声音啊！吓我一跳，被自己跑步声吓到，你有没有看过？来啦，天不怕地不怕啦，武器嘞，枪呢？给我大一点的枪啊！啊，等一下，先退。欸、这不能砍啊！干，那边有一只。Hello， 去死吧！哇，居然没死！哎、欸，为什么突然？我靠，这只怎么那么硬啊？等一下，大大，不对啊！林北，不要用那一把烂枪了。那我暗杀杀不死的啦，有这道理哦、喔。你叫屁啊、喔！又有叫声了。我听到他在那边哼不知道哼什么。哼哼，哇！我靠！哇！有必要这样子吗？那个应该也是一只活的，我们先杀了这一只再说。我靠！直接肢解、欸！嗯，洗内。他们眼睛都会发红光，我觉得那只是活的哎、欸。哼，我就知道。哎，有没有看过高手就是这样子？你看，游戏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那边啊，伪装的。啊，有玩过《邪灵入侵》一代的人啊。的神手就在这里，知道吗？马上就知道那个是伪装的，一看就知道了。好家在，这是干嘛的？摧毁保险丝，用看守十字弓摧毁，可以令保险丝电力暂时恢复。这么屌哦？那这个呢？哦、oh, ，跟他调整一样的波纹路就对了。有了呀！ Yeah.
这个是我们刚来的地方嘛，对不对？我先去拿那个东西，等下再来。没有一个子弹，非常好。武器嘞？啊，军械库勒骗人。我知道这是武器。哇，下杠，nice，Nice, 哈，I'll take it. 等你很久了，真的等你很久了。啊，大补大补。Oh my god！吓我一大跳。看两只。嫩逼啊！有枪就是要适时的运用嘛。哎，这跟之前一样哎，需要钥匙哎，置物柜。好了，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吧？一个传送而已啊。不过老头大概没去，没办法抽空看聊天室。啊，有时候专注玩游戏嘛，聊天室偶尔会看啦，好不好？就是怎样会怎么会有树啊？要到下一个场景了。哦，回来了，回来了。所以说我那边东西都是拿光了嘛，对不对？军械是入口，然后这边一个这个，好的，沿用合理啊，毕竟同一款游戏啊，是没错啦，只是会让我感觉到有偷懒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有点不太想要去创新吧，然后全部都是沿用，然后剧本跟画质稍微不一样而已，就这样子。小，看三小啊，你现在在跟我开玩笑吗？哎，我要出去了，放我出去啊，大哥！Oh my god！他把他拖走了、欸。超多只！哎呀，烦嘞、欸！干，为什么又是这一把、啊？太小了，我不是3连发吗？哎、欸，对啊，刚为什么只有一发而已？我每次都被那一发害死、欸，哎，啊，不是3连发吗？哎、欸，居然里面有人呢、欸！哇，有人呢、欸，有神父。神父，我来了，神父！呀，哎呀，好恶心哦！请原谅我，神父。Please forgive me. Please, I know I've sinned, but not this. Please, I won't sin again. Please forgive me. 那应该是人类吧？
Hello? Please forgive me. Are you okay? Please forgive me. Please forgive me. Oh God, please. Please. 一个紧张只会喷一发，靠呗。哎呦！哦，被口爆了！啊！要许哦，挂了。这故事告诉我们，啊，长期不要熬夜啊，也不要长期吃太多油炸的。你看，胃食道逆流了吧？好，给你们一个警惕啊！你们要看广告，常常胃食道逆流，然后吃那个药就可以改善。你们可以去买那个药来吃，不然就会像他一样，干吓我一跳。猫，妈，妈，呜！另外一只去哪里了？欸，这边也有。没子弹了。哦，原来按住啊！躺了，躺了，躺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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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Looks like the Padre had some fight in him。看来神父也不简单，他那个可以拿来当武器吗？解决掉了。来一杯浓浓的咖啡，能让我忘了你是谁。好喝。我的火车是怎样？哦，有。被干，靠背，哈，哎，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妈妈咪呀！哎哎哎，三小。哦，装子弹，干！啊，你从哪里出现的、啊，大哥？你是从哪里出现的、啊？妈的，吓死啊！干，我没子弹了啦，又有摄影机了。哎呦呀，摄影机架在这里干嘛？有电。哦，那不是电，这个是那个。调查用的那个光，哦，小包包升级了，什么声音？怎么会有？这是谁射的啊？哇，这里有人吗？啊，不是啊，啊，我要怎么出去？不是吧？这里吗？哎，这是什么情形啊？我蹲下也出不去啊！是谁设的陷阱啊？看，怎么办？丢瓶子吗？没反应。为什么不能用枪偷打、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欸。哎。老头习惯玩这游戏吗？还蛮习惯的啊，因为一代就玩过了。可是重点是我要怎么出去啦？这是谁设的啦？可以用跳的吗？不行，想太多了。我觉得他这是故意要害我的。先打一支针好了，我怕我等下被炸死。要怎么解？解得到吗？哦哦哦哦！这是故意的吧？他是故意要这么做的啦！哎、欸，
哎、欸，这是幻象，欸，可以砍欸，这不是幻象哦、喔。哇哦，哇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为什么完全看没有啊？ 为什么碰到那条绳子，然后会有慢动作？这边有一只哎、欸！哇哇哇哇哇！妈 ，no no no no！ 干，也太多只了吧！啊，我没有子弹了。 这个女生怎么跟刚刚那个一模一样啊？这什么东西啊？红色凝胶，这种神秘鲜红色可以用来解锁技能分级。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和乐镇的居民。 好吓人！刚刚那个机关算好的，触发子弹时间，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是好的吧。感觉找完讯号就会打 BOSS 了。巫喵说的疯婆子应该就是，吵死了！巫喵说的疯婆子应该就是你女孩的哭声，是吗？ 里面好多物资哦、喔，谁扒？谁在扒？巴啥啦？不要乱扒，林北现在无赢。我现在忙着收集物资，够忙了。啊，修车厂啊，对，修车厂可以找到那个。哎呦！嫩。 想弄我，门都没有。修车厂可以找到那个狙击枪的零件，快到了，快到了。哎、欸，那边有饮料贩卖机耶，一代的饮料贩卖机啊，可以拍出那个那叫什么？拍出绿色粘液。我相信二代。 都抄的这不是也不是抄，都沿用这么的明显了。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没有理由不行啊，是不是？你看，你看，我就知道啊！再来，再来，再来，爽赚，爽赚！ 人家是喝饮料，我是拿绿色粘浆，这边超亮的。好，东西都没了。 James, it's Ryan. Come in. I locked a bunch of those things in the room underneath the auto body shop. I'm heading to the visitor center now. James, do you copy? 所以说，地下室有一群僵尸，楼下有补给品。I gotta get down there. 好哦，啊，这个要怎么办 ？A new signal. 又有新讯号。 Fuck are you? Get your ass to the visitor center. 访客中心。 哦，原来要这样子才可以去里面拿补给品哦，要透过这个任务才有办法去那个地方。啊，知道怎么解？哎呦，吓一跳！嗯？
怎么开都会那个啊。啊？莫名其妙有电是怎样？好吧，莫名其妙电力恢复了。太小啦！啊 ！Oh my god！ 他为什么会进来啊？不太妙哦。这一只，看，不对啊，他是怎么进来的？可以从这边杀他吗？其实我是蛮想杀他的啦，算了，不管了，我先下去好了，先下去再说。这里算是他们这个城镇的一个算是什么不可告人的场所啊，然后被这个和乐镇的居民看见了，然后这个尸体就是啊那个发现这个秘密的人，然后那些干员发现了之后必须杀无赦啊，就是这么的残忍，必须杀无赦啊，要把他杀掉了。又来，安尼就罢啊。我们还是乖乖的去捡东西吧。哎，我在看东西啊，哎，许可证。哇，我还有心情看呢。认证码表可以进出这个莫比乌斯的限制。What's this? Some kind of cipher. 哇，怎么跑走了？被追了是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干嘛、啊？爬山小、哦。那我也可以爬、啊，既然你都可以爬，我也可以爬、啊。绕圈圈游戏，杀了你！呀，很会哈！哎、欸，我的这个瓶子居然全满了。另一只应该在屋顶吧，我想。来看一下，散弹枪子弹。这一只可能在啊，果然，杀掉你，三小。No！ 仲裁还不死，嘿嘿嘿！啊，不就好家在我看到那个木箱摆放的有点诡异，他是刻意要制造爆点的，啊，被我看出破绽了。嫩，谁叫你要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
还想说发生什么事嘞？啊，这次真的死了哈，这次不会弄我哈。好，结束。然后这个干嘛？哦，升降机的概念这样子。哇，这个魏徐是怎样中毒哦？这不可以惹啊！这个中毒的魏徐不可以惹。这在蹦什么东西？僵尸在里面吗？干，找死哦！不要走那边，会被抓。有没有什么后门之类的？我卡住了，我卡住了，啊！不要靠近我，你这个北七，那什么北七笑声？要用这种方式供电。大哥别闹了，踩爆你的小龟龟！我还想说他会不会动呢，就还真的动了。早知道就不接这份工作了。哦，怎么都会进来了？哦，所以说他被杀掉了，他不知道是被哪一个女生给杀掉了，然后女生的笑声，好，然后之后他就被杀了。他这个不知道是传哪里的啊？锁起来了，那怎么办？锁起来知道怎么办？无解吗？这边啊，刚刚你说什么东西？那雕像后面有女神像，真的假的？哎，他们哪时候来的？哎呀！你什么时候出现的、啊？哎呀，你爬下来了！啊 ！Oh my god！ 哦、oh ！哇，弹飞！这个弹飞厉害。要求贵哦。